主料奥尔良腌料40克，放进烤就行。烤的时候10分钟翻一下，再涂一下料。最后可以撒点芝麻，在腌制时候也可以放点芝麻在里面。烹饪技巧很简单，腌制5-6个小时，放入烤箱烤就行。我喜欢把上温度撒的比下温度大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